7月12日，郭晶晶在微博分享了与霍启刚一起带儿子女儿参加公益活动的照片。照片中，一家人穿着统一的志愿服装，通过徒步、骑自行车、穿过山径、跨过溪流，寻找水源。他表示，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，希望能够以童心关怀，将关心传遍世界。并且呼吁大家了解和关注水源的珍贵，珍惜水源。随后，霍启刚也发博表示，希望通过此次活动，让更多人关注天然资源对儿童未来的重要性。据悉，霍启刚和郭晶晶两人自结婚以来十分恩爱，而且他们对孩子的教育也十分重视，经常带着儿女坐地铁出门，带着儿子插秧体验生活，还会让儿女通过刷车赚零花钱，而且经常带孩子参加一些志愿活动。他们以身作则，勤俭节约，在孩子的教育上亲力亲为，完全不同于豪门的奢华教育，儿女也是非常的出色，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。